请收看慧律法师佛学讲座。只有死鱼才顺着溪流而下，佛教讲得很好，只有无明烦恼的众生才会顺着生死流，意思就是有活力的鱼是会逆流而上的。那么有志气的人生观是要突破无明烦恼的。再讲一遍，只有死鱼，死掉的鱼啊，只有死掉的鱼才会顺着溪流而下，只有无明凡夫才会顺着生死六道轮回。所以再讲一遍，复习一下 memory 刚刚的记忆，要成就无上佛道，不是最有才华的人，而是永不放弃的人。这句话你要牢牢的记住，要牢牢的记住。